黄色绳子向前绕圈抱住蓝绳子，蓝绳子绕食指一圈穿过黄绳，收紧黄色绳子，用手捏住接口将绳子翻转过来，黄绳子绕食指一圈穿过蓝绳子并收紧蓝绳子，后面一直重复编法。编完后是这种效果。第二种蛇结，红绳向前绕过一圈，绿绳绕食指一圈穿过红色并收紧两根绳子，后面再重复编法。蛇结与金刚结区别，金刚结每次都要环环相扣重复编，蛇结每次都是收紧两根绳子。这是蛇结编好效果。第三种双连结，红色向前绕个圈打个活结，绿绳穿过红绳打个活结，这里收紧绳子就可以了。第四种凤尾结，绳子向前绕个圈，绳头在圈里做八字，收紧绳子就完成了。四种基础绳结感，紧收藏吧。